这次大选呢，我第一次到台南来助选辅选哈，第一站就献给陈以信。今天啊，有立法院50个记者哈，那联名评鉴，就是立法院十分之一前十分之一最优秀的13位立委哈，陈以信就是其中一位，而且陈以信是。 台南唯一当选最优秀立委的哈，由立法院50位不同政啊不同媒体的这个记者哈联合评鉴，所以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候选人。那他不但哈是在被立法院公正第一名最认真最优秀的立法委员，而且哈他当过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，也当过我们国家那驻英国驻美国的外交官，非常的优秀哈。那也因此呢。 拜托咱所有南关线、所有的这乡亲士大，要选立委就要选上好的。啊，选迄个吼媒体评鉴50个媒体哈联合评鉴第一名上优秀的这立法委员候选人陈以信。啊，陈以信是咱在地主地，陈以信啊，回来故乡服务，争取这个做国会议员，那当成功，一定予咱真侪台南子弟一个这个寄望。 哦，咱嘛会当得咱家己故乡有机会有出团，所以拜托所有南关线这乡亲士大，这摆立法委员一定爱来支持咱三号的陈以信，拜托大家。谢谢。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媒体有什么？好来，我来。请问，以信这一区它是沙卡都，你怎么评估？基本上不管几卡都啦哈，候选第一个选举一定要选最优秀的嘛，不管几卡，他就是。 那里面最优秀的，而且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，因为50个媒体记者跑专跑立法院的联合评鉴，这是个大规模评鉴，他就是最优秀，他是13个哈被评鉴最优秀的立委之一。那全台南也只有他一个人当选，所以我想不管几卡都是这样子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也就是因为陈以信呢，他也是在里面最年轻、最认真的哈。那所以马爱酸气的。 啊，有笑脸，然后做工课，搞公会，啊，真优秀的，安排是陈以信哈，所以拜托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南部对蓝军而言算是先锋区，那你这次第一次来台南选举，你感觉的氛围如何？ 哎，我觉得蛮有机会的哈。那其实我到南部，我到东台湾已经很多次，只是台南这次比较晚进来。那之前我去高雄很多次，那我也去了台东等等的哈。那所以很多地方我都在跑，只是台南因为行程的关系，稍微排得晚一点哈。那但是我今天就要跑很多站。那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机会，因为民进党哈，蔡总统8年啊，弼马弼你弄到10年啊，所以台湾人对民进党足好的哈，连续。 已经10年，能改能为总统哈，啊！但是咧，恁也无换新，无改革哈，无竞争啊，也因此即摆一定爱换即个侯友宜哈，有竞争啊，有换新，每一个政党都认真，啊，无大家愈做愈久哈，啊，就做咧会上去会拗去哈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像咱这几年以来，大家看到真侪问题哈。 譬如讲光电问题的问题啦，卢渣的问题啦，包括咱这疫苗问题、快筛剂的问题、巴西蛋的问题，足侪嘛哈。迄都是一个政党独大，哈，一个政党独大啊，独大了后无竞争、无感动哈。啊，愈做的愈上去愈傲去，也因此呢，即摆一定爱换新总统换侯友宜哈。啊，即区的位换陈以信，拜托大家。赖清德这次选举，他年轻的票不像上一次蔡英文那么多，那跌了很多。那现在有一个这两天很热门，就是5月天哦，有人放出一个消息，就外媒采访，然后在我们引述说那个中共有打压哦。那这部分国台办也否认了。那绿营就变拿过来这个来攻击，然后要连结到蓝营这样子。那因为 5月天过两天要在台中演唱嘛，对？那到现在也没有听到他们出来说否认是或是承认，那你这部分你的想法是怎样？第一个哈，这个消息没有办法证实啊，没有办法证实，也许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个谣言假消息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不要把5月天拖下水哈，哪一边都不要把它拖下水。 演艺人员或者表演团体尊重他们的艺术，哈，那政治不要干涉艺术。所以不管哪一方的人马，不管是中国大陆，不管是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，大家都不要把5月天或任何演艺人员企图来干用政治来干扰他们，放过他们吧，哈，让他们好好的演出，不要期待他们的表态，也不要期待他们的澄清，都没有必要。
尊重五月天，让他们好好的表演。尤其从这个跨年晚会，他们就要在台中表演哈，一连六场啊。最强的跨年就在台中，因为我们台中市政府自办，还有五月天六场在台中哈。放过五月天，让五月天好好的表演，不要要求他们表态，也不要要求澄清，不要让他们讲任何话，让他们好好的表演哈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